7月1号是什么星座呢？桃子来告诉你，7月1号是巨蟹座，他们的适应能力很强，但是他们很敏感，很容易喜怒形于色。虽然这一天出生的人也可能受到长期的情绪困扰，但他们多半会赢得胜利，克服各种控制、不易和压迫。这一天出生的女性大多会在工作和母亲的角色间感受到强烈的冲突，因此多半会正视当今社会上性别方面的议题。而这一天出生的男性则具有一种不寻常的敏锐度，他们不但对女性所处的情况感同身受，也感觉得到自己身上的女性特质。不管是男性或是女性，这一天出生的人在生命中总是持续处于不受欢迎的沮丧中，他们多半是自己最差劲的敌人。他们总是会很担心自己在工作上或者在家庭中都会低人一等，就算他们已经成功了，还是会有这种心理。